那蜡笔小新的我拿去给乖乖吃，好不好？乖乖，巧克力哦。蜡笔小新，我也没打开吃到。还是给你吃一个果冻。啊，对了，我有一个小礼物哦。等一下，我的小礼物就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 我的小礼物就是，噔噔噔噔，哇哇！来，先放着，等一下老板说这个还没买，不可以拿出去，这个是我自己的。去邮局的时候，拄到迄个咧卖糖仔的。哎，那你不要这个了哈，这个小礼物呢？ 这个呢？这是一样的啊，你看是不是写一样的？对啊，所以这个放回去啊，这个是一样的啊。好了，你选一包啦。要选一包啊，这个嘞。哪一个？这已经改天再拿出来。这已经一条了啊。改天再拿出来。你也吃那么多糖果。你看这里还有 Hello Kitty 的，哎，这个是软糖，最好一一都整成嘴的嚼完了。 你刚好看到饼。在那一边。好，二十秒了。好，贝贝饼。不能了，老板。